那接下来表演的是我们砖窑部落沙林嘎尼亚罗，是我们黄金顺头目所有领军的哈，来再一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好不好？他这个衣服应该都是东海岸的，哎，不是大会主席啊，主席在哪里？砖窑部落开始表演。Oh.
我们那个砖窑部落带来的舞蹈非常的好看哦，也充满活力。哇，充满活力，热情的舞蹈。我决定要像个勇士拒绝打马虎，看见嘎嘎点起一支烟，我默默走过去嘎嘎当一支烟马虎。Yes， 不论有里面敏感都靠着马虎，打给你的时候也要配上一根大马虎。我现在身心很坚挺，不在意任何眼光，我现在哈到爆炸，打开口袋阿外度大马虎。马虎马虎心术大，只是第二场而已哦。